凤血百文丹的药力随着妖月体内的真元炼化而不断散开，融入到妖月的体内，如同东方不败和妖月吉女一样，随着妖月上丹田的引脉被贯通，真元涌动，修为在上一层楼，迈入天人境中期之后，妖月能够清楚的感觉到体内那些凤血的能量徐徐的没入自己的骨骼之内，直至进入骨髓之中，霎时间，一种特殊的感觉便在妖月的体内浮现。 同时，邀月本身的肤色由内而外再次白皙了几分的同时，身上的肌肤更是细腻了几分。待到体内的药力彻底的消化干净，一直端坐于石凳之上的邀月方才收敛真元，睁开眼睛，感受着此时上中下三个丹田之内徐徐流转的真元，邀月脸上不禁浮现出满意的笑容。要知道，即便是邀月的师父。 现如今不过才刚刚迈入天人境后期，而此时的妖月却是已经进入到了天人境中期，并且因为这凤血淬炼的原因，此时妖月体内的根基亦是无比的扎实稳固，丝毫不会影响以后修炼的进度。对此，妖月抬头看向楚清河时，心中无比的庆幸，没有错过视线之中的那一个男人。 随着邀月突破，此前还是站在一边的东方不败忽然开口道：“修为突破了，要给你时间适应吗？”声音出口，水母音姬不禁柳眉轻挑。这一刻，水母音姬忽然想要将东方不败内定成为二妹，不为其他，就冲着此时东方不败这助攻就值得。但想到此前和邀月夜晚中，邀月用移花接玉，他用神水诀的默契配合。 水母音机又压下了这一个念头，都是妹妹，不能厚此薄彼呀、啊。这边听着东方不败这话，邀月视线顿时转向东方不败。从回到这院子到现在，邀月已经忍了东方不败很久了。见东方不败现在依旧还在旁边冷言冷语，刚刚突破天人境中期的邀月也不再藏着掖着，声音冰冷道：“想要动手便直说，何须这般废话？” 声音落下，妖月瞬间起身，向着城门外挪去。见此，东方不败轻笑一声，紧跟而上。一旁的水母阴姬则是飘然而去。眼看瞬间就只剩下了自己以及楚清河、连星三人的院子，雪千寻也想动身，但问题以雪千寻的修为实力，连刚刚几女如何离开以及移动的方向都不清楚，如何能跟着一起？ 这时，楚清河的声音便忽然传入其耳边：“你修为不够，过去了也看不见什么。”闻言，雪千寻这才是压下动身的念头，看向此时重新走到石桌旁坐下的楚清河，犹豫了少许时间后，雪千寻缓步走到楚清河身边坐下。既然姐夫知晓姐姐和那邀月公主一直不和，为何不出手干预？面对雪千寻所问，楚清河懒声道。 为何要管？听着楚清河的话，雪千寻微微皱了皱眉，但不等雪千寻继续开口，楚清河的声音便再次响了起来：“人生在世，能够有一个一直都能够和自己斗气且可以打架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平淡是福，但若是生活完全如同一汪死水的话，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只是雪千寻到底不大。 很多事情，即便是现在的东方不败三女都看不明白，更别说雪千寻了。对于此时楚清河所说，雪千寻脸上不免浮现出疑惑之色。见此，楚清河也并未说太多，而是摇头道：“过些年你就清楚了。”这时，同样走到了楚清河身边坐下的莲心却是开口问道：“姐夫，以你的聪明……” 你觉得一会儿姐姐知道了我也成为你的女人后会是什么反应啊？嗯，这话出口，一旁的雪千寻看向莲星时，眸子渐渐缩了起来。他听到了什么？面前的莲星竟然也是楚清河的女人。跟在东方不败身边这么久，对于妖月的存在，雪千寻是清楚的。甚至于妖月和东方不败彼此间有多不对付，雪千寻也知道。 但雪千寻怎么没想到，不但邀月是楚清河的女人，作为邀月妹妹的莲星竟然也跟了楚清河。心中惊讶间，雪千寻不禁看向一旁的楚清河。可当视线放在楚清河的脸上，看着楚清河那一张俊美到让雪千寻都感觉有些不真切的面容，雪千寻却又觉得，这样的事情虽然是让人惊讶，却也并非是不能让人接受。旁边。 面对莲星所问，楚清河叹了口气道：“你那边还有司徒帮你揽责任，我这边却是没人帮。相比起你，我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莲星想了想后，点头道：“也是，反正我那晚喝醉了，什么都不清楚，有问题也是司徒姐姐和姐夫你的问题。”楚清河见莲星如此果断地将全部的责任甩到自己和水母音姬的身上，楚清河不禁翻了个白眼。 摇了摇头后，楚清和真元尝试着运转了一下。这一会儿的功夫，虽然眉心的位置依旧还是有些发胀，但体内的经脉却是恢复了不少。旋即，楚清和真元运转之下，身后一法相虚影若隐若现，周围的天地之力也徐徐的开始被聚集而来。就这样，楚清和一只手撑着下巴。 一只手放在小家伙的身上摩挲间，同时炼化着天地之力。另外一边，依旧是城南外那湖中。此时湖面上，东方不败、邀月以及水母音姬几乎是同一时间抵达，相继立于湖面之上，以三角之势遥遥相对。单手负于身后，邀月那绝美的面容青抬间，看着对面的东方不败道：“说吧，你想要怎么打？” 闻言，东方不败瞥了妖月一眼后冷笑道：“呵，现在还不是时候，等你和司徒打完了再说吧。”司徒略显不明所以的妖月看了一眼旁边笑靥如花的水母音姬，然后皱眉看向东方不败道：“一直挑衅本座的是你，和司徒有何关系？”蠢女人！可对于妖月所问，东方不败却是满脸不屑的瞥了妖月一眼后。 便轻甩长袖，将手背在身后，然后走向湖边。明明置身于湖面上，可偏偏东方不败这步步青苔下，却给人一种如履平地的感觉。甚至于鞋底触及到这湖面时，连一点水波都未惊起。看着东方不败的动作，邀月柳眉轻蹙。可不等邀月开口，一旁的水母音姬却是忽然出声：“相比起东方妹妹，二姐还是先和我将打一场吧。” 声音入耳，东方不败瞥了一眼水母音姬，然后嘴唇轻张，嗯，东方妹妹。然而就在喉咙中的话即将出口时，此时的妖月猛地反应了过来，紧接着像意识到了什么一样，妖月先是看了一眼面色冰冷的东方不败，然后再看了一眼水母音姬，心中一片了然。 连带着此时的妖月也明白了为何此前东方不败看向他时，为何眼中还会带着戏谑之色。想通这一切后，妖月看向水母音姬时，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也想要和本座抢位置？面对妖月所问，水母音姬面露幽怨道：“二姐怎能这样说话？这正宫之位不是能者居之吗？两位姐姐这些时间一直忙于其他事情。” 妹妹现在后来居上，暂代这大姐之位，不也是理所应当吗？说着，水母音姬面露笑容道：“而且不过是一个称呼的变化，反正二姐主要是不愿意让东方妹妹压过一头。二姐平日中和妹妹关系这么好，妹妹能够暂代大姐之位，二姐不应该替妹妹高兴吗？若是二姐愿意，以后二姐可以称呼妹妹大姐，我对二姐的称呼不变，我们俩各论各的。” 如何？听着水母音姬这一番话，妖月的脸色再次沉了几分，拳头都不禁攥了起来。但几息后，妖月却是瞥了一眼东方不败，语气带着不屑道：“看样子，你这实力是越来越回去了，竟然连他都打不过。”言下之意，却是在暗讽东方不败这两个多月下来，实力一直在原地踏步。见此，东方不败开口道：“等你能够胜了他。” 再说这样的话不迟。将东方不败的话收入耳中，邀月冷笑一声：“呵，你当本座和你一样吗？竟然连他都打不过。”声音入耳，湖边此时站着的东方不败眉头一皱：“这蠢女人哪里来的自信说这样的话？”而在嘲讽了东方不败一句后，此时的邀月视线重新看向水母阴姬，稍作沉吟后，缓缓道。 没想到你前面藏的倒是挺深，让我都没有发现你的意图。对此，水母阴姬含笑道：“二姐怎能这样说？妹妹这一次前往大宋国，可是专门帮了二姐一个大忙的，礼尚往来，二姐就不能满足妹妹一个愿望吗？”闻言，邀月皱眉道：“大宋国心愿？你在说什么？”水母阴姬自信道：“二姐还要瞒着吗？”说着，不等邀月开口。 水母阴姬便笑着道：“这一次前往大宋国，二姐专门安排莲心妹妹跟着一起，不就是想要让莲心妹妹跟着我们一起，然后借机和青青河培养感情，顺势让莲心妹妹也成为青河的女人吗？”听到水母阴姬这话，湖边的东方不败心中冷哼一声，看向妖月的时候，眼神也多了几分冷意。可是面对水母阴姬所言， 邀月在怔了一下后，瞬间否定道：“胡说八道，何时有让莲心也成为清河女人的想法？”水母阴姬、东方不败，眼见邀月此时竟然直接否定水母阴姬以及东方不败，皆是眉头一皱。可当看着邀月的神情，以水母阴姬和东方不败对邀月的了解，又不像是在说谎的样子。 而且都已经到了这一步，按理说邀月也没有必要继续矢口否认的道理才对。忽然，水母音姬脑中一闪，二姐这反应，难道说是我以前太高看二姐了？二姐的心思根本就没有我想的那般深沉。想到这里，水母音姬面色骤然大变。一旁湖边的东方不败此时也反应了过来。 但下一瞬，东方不败却是有了一种本该如此的感觉。毕竟邀月的心思若是能够有这么的深沉，此前东方不败不知道得在邀月的面前吃多少亏。想通各种情况后，东方不败不由不满的看了水母阴姬一眼，显然是不满意自己竟然被水母阴姬给影响了一样。不过，不等此时的水母阴姬以及东方不败多想。 对面的邀月也从水母音姬刚刚那话回味了过来了，旋即面色大变道：“你刚刚说你帮完成了一个心愿，也就是说现在的莲心和清河。”说到这里，虽然邀月后面的话没有继续下去，但邀月的意思水母音姬哪里不明白？一时间，水母音姬也意识到情况的不对，而将水母音姬的神情收入眼中。邀月寒声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清楚。见情况不对，水母音姬也将情况大致的说了一遍，只是过程中并未将莲星也和自己合谋的情况说出来，只是说了两人酒醉之后不小心一夜春宵，而自己以为邀月的本意是想要让莲星和楚清河一起，所以并未主动阻拦。将水母音姬这一番话收入耳中，邀月的拳头已经是紧紧的攥了起来，牙冠更是紧紧的咬了起来。 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邀月何曾想得到，中间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乌龙，好端端的自己的亲妹妹，竟然也成了楚清河的女人。眼看情况不对，这时的水母音姬忽然开口道：“也不怪妹妹多想，二姐，你想想，清河这样的人，能够让我们三个都为之倾心，那莲心妹妹又如何能够避免？” 只不过以前碍于二姐你的原因，所以刻意的压制着心中对清河的喜欢罢了。虽说这一次属于意外，却也是错有错着，也算是成全了莲心妹妹。若是二姐你觉得有气的话，大可以冲着妹妹我来，不用去责怪莲心妹妹。邀月寒声道：“本座的妹妹自然由本座去护，与你有什么干系？”说完这一句，邀月深深地吸了口气道。 好，你不是想要大姐的位置吗？我便要看看你现在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声音出口，此时的邀月也不再废话，借着心中这一股怒意，直接真元凝聚，抬起手掌，霎时间，一只五丈大小、全部由真元以及剑意凝聚而成的巨大掌影，便随着邀月手掌下落，对着水母阴姬拍去。见此，水母阴机真元调动之下。 脚下的湖水瞬间激起千层浪，水浪翻滚之间，其中一部分形成一道水罩，将水母阴基护卫在内；而另外的水浪同样携裹着真元以及剑意，带着滚滚之势，向着空中那掌影席卷而去。伴随着这千层浪掀起，在触及到空中那巨大的掌影时，这些水浪之中蕴含的真元以及剑意被磨灭之下，哗啦啦的散落。 但更多的湖水却是涌动着，继续向着空中那掌影冲去。一息后，随着空中那掌影散开，空中那湖水散落下来，颇有一种倾盆大雨之感。只是当这湖水下落时，此时的妖月却发现，这湖面上竟然是有着一层层的水雾凝聚而出，使得此时这湖面之上，竟然是有了几分江南之地那烟雨雾蒙之感。 但对于周围这一些水雾的存在，妖月却是根本就没有在意。真元迸发之下，一股特殊的劲气便以妖月为中心快速的扩散。过程之中，凡是触及到妖月这一些劲气的水雾，仿佛都被吹散开来，使得妖月周身五丈的范围之内半点水雾不存。但下一秒，待到水母阴姬体内真元流转，自妖月周围的湖水竟然是缕缕水雾升起。 不过瞬息的时间，这水雾便再一次充斥在妖月的周围，一时间，妖月的神情也多了几分凝重。而远处的水母阴姬亦是和妖月一样，眼神之中同样多了几分凝重之色。天地万物讲究相生相克之理，武学自然也是这般。东方不败身法速度极快，即便是在同等境界的情况下，三女之间的速度相若。 但东方不败的出手速度也要远比水母阴姬和妖月快出不少，其他同等境界的武者更不配和东方不败相提并论。因此，东方不败所习惯的也是以攻为守，一举一动皆是充满了杀伐之感。而水母阴姬此时的战斗方式虽是脱胎于楚清河那一奇一敌之法而来，以层层水雾作掩，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水域，凡是水雾所在之处。 皆是能够以天地之力联合神水诀，以这些周围的水珠作为媒介释放招式。一旦东方不败有任何的动向，水母阴姬均能第一时间察觉，料敌先机，自然隐隐有着克制之意。但妖月和东方不败不同，移花宫的移花接玉则是擅长手势，讲究后发先至。 而凭借着自身的武学天赋，邀月更是将移花接玉和剑意相融，形成一个特殊的剑域。某些方面来说，邀月这剑域却是和水母阴姬的水域之法有着某些相同之处。因此，在面对邀月之时，自然没有了克制力。加上此时万里晴空，乌云并非是像上一次面对东方不败之时细雨迷迷，自然此时对上邀月。 对于水母音姬而言，也是有着些许的压力。